求了主男妈吗？那不是男妈妈，那是枪爹。 AK 每周快报，论自黑，我们是专业的。6月5号快乐大本营节目播出， AK 身着蓝色工装连体衣亮相，希望 AK 能把连体衣半永久纹在身上，这样妈粉们再也不用担心刘璋的裤子了。在游戏环节中， AK 作为出题人演唱改编版日不落，考验大家。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日不落，大家纠错吧。在唱的过程中，因为答案过于明显而笑场， AK 作为出题人却忘记曲调，最后轮到答题人们一起教出题人唱歌。第一点，我要送你日不落，我要送你，怎么唱啊？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我要送你日不落的代言。无奖问答，AK 一共出现了多少次？此外，在快乐大本营的秘密花园中，一个继985后的新作诞生了，粉丝们贴切地称之为250，并对250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接过985的衣钵，续写封神之作。别他妈笑，好烦啊！不是你们叫我跳的吗？近日，丫丫宇宙新成员 AK 衣橱有限公司员工无可奈何发出声明，由于公司人员短缺，并且长期贯彻996工作制，部分员工已经出现过劳症状。为了能更好的服务老板，员工们情真意切地写了一封建议信给刘璋老板。至于刘璋老板是否会采纳员工建议，切实保障可持续发展， IIS 将持续关注事件走向。6月6号晚， AK 刘璋粉丝群在全民 K 歌房间组织在线歌会，同时在 B 站进行实时直播。我们荣幸地邀请到此次歌会的主持人讲述当晚的盛况如何。请问当晚有多少粉丝在线参与？有评奖吗？谁是歌王歌后？当晚全民 K 歌在线人次超过400，本次歌会起初只是希望可以活跃气氛，鼓励大家多多参与后援会组织的控评等活动，就像是一个小型的聚会，大家坐下来唱唱歌聊聊天，所以并没有进行评奖。不过在我看来，那天每个老婆都唱得巨好听。有没有优秀的粉丝作品和每周快报的观众们分享？当然有，就是推荐给大家。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曾划过个世界旅行，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歌会很受粉丝喜欢，是否有考虑举办下一届？当然准备啦，这次歌会我们从筹备到举办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很多方面准备的还不够完善，希望大家集思广益，使下一次歌会更加完美。下次歌会预计在6月底举办，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老婆老婆叫评第二期，也欢迎各位老婆们来报名唱歌。有什么话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对 AK 讲？首先想说好好活着，其次衣服反穿是一种时尚吗？还有就是啥时候能把你的包浆裤换掉，用比我们众筹帮你买衣服呀。下面关注一则特派新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外景特派记者。那么据网友投稿呢，目前85摄氏度烘焙店有上架小黄鸭蛋糕，那么就请我们今天来一探究竟。这个墨镜，这个唇形，不能说是毫不相干，只能说是一模一样。看来已经到了酷鸭取代橡皮鸭走上时尚尖端的时候了。既然外面在下雨，那我就开动了。这款柠檬鸭蛋糕具备柠檬蛋糕的清甜与小黄鸭的外观，虽然有蔓越莓的内馅与巧克力的点缀，但仍不改它坚硬充实的内心写照。一整杯咖啡面对它的干涩冲击依旧败下阵来，最后甩出一记响亮的饱嗝。不，一定是我的味蕾出现了问题。如果我真的爱他，一定不会臣服于这小小的饱腹感。也正是因为我犹豫不决，是当妈还是当女友，才会陷入此刻的感伤。特派记者以工伤下线，下面插播一条国际新闻。AK 刘璋的国际粉丝在整活方面丝毫不输国内粉丝。自4月6日官方后援会发起 Sing with AK 活动，国际粉丝积极响应，用世界的语言献唱。AK 的旧 demo 拥挤的人群，粉丝们卧虎藏龙，歌喉不凡，超越 AK 指日可待。Full of dust, full of dust.
in a steady fade out. Cause no one right now can fly about.要等我认认真真定我的微笑。六月七号，高考紧张进行中 ，AK 在微博发布了高考祝福，粉丝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向高考生们传达祝福。此外，在高考期间 ，AK 预言家身份再次爆出，压中北京高考英语作文题目。粉丝表示：“丫头，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 ？”IS 祝莘莘学子乘风破浪，等待夏天的风吹来你们凯旋的战歌。同日，刘璋现身拜托了冰箱看片会。在此前，在拜冰心愿单上 AK 曾立过三个 flag， 其中一个是不要吧唧嘴，粉丝们大为震惊， AK 你怎么不叛逆了。在看片会上， AK 透露是妈妈在节目拍摄前打电话嘱咐要注意吃相， K 宝果然听妈妈的话。是我们这儿唯一一个就是录节目之前老妈要打电话过来嘱咐我注意吃相的人。当天中午，《微智周刊》Into One 第六期上线。当设计师询问 AK 关于自己房间的装修设想 ，AK 说自己喜欢口味清淡的。节目组表示：“你是在点菜吗？”在游戏环节中，为了得到沙发，平时以酷帅自称的 rapper 公然撒娇。节目播出后 ，AK 性感照流出，粉丝大呼：“遮住你的宝宝肚！”近日，在继黑马甲后 ，AK 又添新皮肤，不断刷新颜值上限。让部分粉丝在妈粉和女友粉两种身份中反复横跳，当初说追星不要迷失自己的粉丝们公然不认账。这次的新皮肤不仅刷新颜值上限，而且还破壁二次元，更有评论说神似雪兔学长。我们的丝曼男刘璋不仅能曼丝小黄鸭，居然还能曼丝帅气学长，更有人声称在摩尔庄园中看到了 AK。 不懂就问，这是专门为 AK 定制的皮肤吗？AK 相关的微博评论，从刚开始的海底捞到现在的潜水捞，甚至不用捞，子弹们在养成系粉丝的道路上越走越好。从开始的表情包控评文案，到如今拥有刘璋个人风格的控评，枪妈们在一众控评文案中独树一帜，控出水平，控出风采。也许像男团路上的 AK 一样，我们都是蹒跚学步的孩童，磕磕绊绊的在这条未知之路前进，互相扶持，去成为彼此的骄傲吧。像 AK 一样耀眼，追逐太阳，成为太阳。我又怎么好能触碰你温度，到无四季偷偷藏你，我在无人处爱你，到无三季人静却知我爱你，穿过风雨小心翼翼，害怕惊扰你，你是否也能感受我呼吸？大雾森寂，看不见你，却能找到你眼睛。大雾散去，我在人群中爱你，跨越千里，苦苦寻你，终于找到你，每一步都是爱的足迹。接下来是土味视频时间，坚强的枪妈们来收获快乐吧。今天为你唱支歌，愿你天天都快乐。感谢大家对 IIS 国际信息站的支持和关注。IIS 国际信息站连线报道。